先到海边看看。前面就有一个海边。哇，这边有浴室啊。休息一会儿啊，在这儿。哎呦，屁股蛋子呀！把这个线弄好，别给断了。马上好。现在还有点下毛毛雨啊。这是钓鱼应该不错。我家飞猪，弟弟。我这是冰棍儿。我这下鱼一只。一棵大树不错啊。比较阴凉快。哦，怪不得这真是一个军事基地，你看这边有海景。哇，这里边鱼是不少啊。这块有点脏啊，可能靠近这个居民区，这个浪又打过来，这又是一个鱼市，所以早上可以再过点在这边拍拍鱼市挺好。好了，还是奔露营地吧，看这景色挺棒啊。行行 OK， 咱们在这个晚上吃点美食啊。他这边有烤串啊，这个串很特别的，就是这个有八爪鱼烤串。 OK， 三代古力达三度波西好吧，你看吧，好吧，好吧，走路呀，慢到你看给你阿亚米亚阿亚，哦，这是鸡肉串古力达呀，三妈米亚切三度麻烦你，听听麻烦你，听慢到。哇，这个酱刷的这种黄酱，你见古力达拿多少钱？啊，干净点。见，欢迎你。再说点给你。走吧，兄弟。不龙马巴吧？啊？不龙马巴走。不龙就在右。在右。你啊。羊骨锅呗，骨锅。骨锅。不离。不离。干净，好比不龙一个。好比不龙，不龙马巴。反正还有嘛。mulai， 哇 ，mulai lebih level tinggi， mulai， kacer， kacer dah jual， oh jual， mulai medan， wah， sudah kualitas， tinggal mulai dua ekor sama kata tembak， oh， bubur， ya， buburnya ni ada dua ni， kacang kapur apa kacang， kacang bah， oh ini wangi， kapur，呀，yeah, 你姜不能呀，姜不能。它有两种酱啊，你看，这种酱，这种花生酱，这是
咖喱酱，是不是咖喱啊？古力达。哦，因为我的马当，朗诵咖喱因为，它已经烤熟了，就直接给这个加这个料。OK， 慢等。大家给，陆，这样。再来点洋葱碎，慢到巴干尼西尼。Yeah, along Beijing, Beijing. Yeah. OK， 尝一尝这串啊，小松有点饿了，受不了了。看着这个美食啊，禁不住诱惑啊。这个是，别动，待会儿把那。有嚼头啊，烤八爪鱼啊，咋样？好了，北京，这酱很好吃啊，对呀，金诺伊。金诺伊，好吃啊！这就吃不出来这种本身它这个食材的味道。都是它的酱料的味道。OK。好，比赛。好。Thank you 啊。点了一份这个，还点了一份炒面。小松特别爱吃这边的这个炒面，还挺好吃的，叫米阿切。哇，慢到！哇，这还有绿的辣椒酱。好吃，我都不是去打鸡，再点一份，很好吃啊。它这是米饼，用米做的米饼，它估计是用水，用开水先煮过了，煮过以后再慢到，先到，再来一份，来吃两份。其实没多少东西啊，你看就这么一点，一共五串。五串，没多少东西。吃饱了，才有劲儿。好吃。
刚才啊，小松在海边钓了一会儿鱼，也发现。跟这个当地渔民聊聊，还有这儿有卖这个八爪鱼烤串，你在这儿吃，好吧，在这儿尝一尝，确实不错。明天早上咱们再做螃蟹粥，螃蟹可以放三天，活的没问题。他早上附近这边有个鱼市，挺好的。好了，真不错，这绿子辣椒酱还挺好吃。哇，这根面啊，看，有一份儿，这就是阿 K 的炒面，非常好吃啊，有一种咖喱的香味儿。小松这个没吃够，吃了两回没吃够。这边的龙虾很便宜啊，一公斤才，我问那渔民说三公斤的龙虾一公斤才50块钱，等于白给了。看明天能不能搞一只尝一尝。小东还没吃过龙虾。好了，享受晚餐，太棒了。